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 Apps 嘎嘎。看我今天这身装扮，知道我要介绍什么吗？今天要介绍给大家是一个很可爱的童话书，叫做 Ride Ride。OK， 这本书一进来有三个选择，可以跟别人看，可以跟妈妈看，我们选择跟爸爸一起看。你已经有生小朋友了吗？可以跟你们家的小朋友一起看这本可爱的互动童话书。如果没有小朋友的话，可以跟你男朋友或女朋友一起看。如果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话，可以自己看。什么？自己看很无聊吗？你没有赤子之心吗？这本童话故事书就是很简单，没有什么文字，插画超可爱，配乐也超可爱的。你可以用手指点击所有你看到的图画，然后跟这些图画互动。你看哦，我来移动这些云啊，太阳公公出来了。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用程式拿出来玩一下，算是舒压的一种吧。那看过太阳公公以后，我们现在来潜到水底下去了。啊，水底下有什么呢？有好多鱼。你的手指点到哪边，鱼就聚集在哪里。我们刚才一路从火车上到了天空，现在沉到了水里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呢？我们要去外太空。现在收看的是 Apps Gaga， 我是主持人魏维。今天帮大家介绍是一个很可爱的童话书，叫做 Ride Ride。 超可爱的这本书，现在我们到了地球，然后要降落到哪里呢？降落到自己的家里面，和爸爸一起看故事书的小朋友。爸爸要给你亲一个。很适合跟你小朋友一起看的亲子童话书 Ride Ride，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介绍的应用程式。我是魏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nstantly got wet, nothing else could go wrong. I couldn't even